나 지도 또 설마차. 저 여기 설마차. 와비시 또 달리치. 너는 커버. 그럼 거기 쉐다 오픈이야. 우리도 설마차, 저희가 또 설마차. 뭐디 많차? 우리가 그 뭐야, 우리가 그 뭐야. 그럼 줘야. 니 잡으차? 맞지? 어, 어. 有事。哎，李医生好，奶奶。听说什么鬼门铃啊？去到了医院的去查。啊，就那。啊，这位。他老是说我没钱，没钱，8000块每个月用光，存不起来啊。我以为每次要到你家买200到300块。少买点啊！我习惯了呀，做不到了已经。你寿命肯定是很长的。要长了去干什么了？啊，享受啊！不要享受。享受生活，享受人生啊！哎呀，其实你的现在现在房子没了，老婆没了，小孩没了。你的生活，跟你讲，好多年轻人都很羡慕你。不，侬今朝不炒股票呀？啊？今朝不炒股票啊？今朝出去啊？哦哦哦。到外头去有应酬啊？没，今朝只有朋友，你想吃后面，我叫你去出去。哦哦哦，好好好。嗯。哦啊，过脱了啊！啊，这位啊。刚跟谁来了？百惠啊？对。你不是不理他了吗？啊？你不是说不理他了吗？怎么？你让他去吧，让他找到了最好。我不操这个心了也。对他不死心，为什么道理？昨天买了200块饺子，我一个都没吃。还有那个菜呢？我对他礼拜二去已经花了1000多了，一点借口都没有，还要给他骂。如果一般男人受不了的，我跟你讲，早就走了，永远不会跟他来往。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心不死啊。哪能谈又买个钟头来了？没，哎呀，个钟头营养没个，去买个钟头。其实我要批评你，我跟你说，去采访你我要批评。虽然你把事情做到了，做到了。我帮你请好了一个朋友。不要找我，我不要找朋友，我要找朋友我自己排队来不及。你看邵老婆买了套房子2500万哦。去钱，你看这个人神经病吧？条件好的人多了，我想嫁给马云了。哥们，你看有那么俩马用？你一生你现在有1000万，我也不会嫁给你这个姓。不是我呀，我说人家呀。就是你现在有1000万，我不会嫁给你。你喜欢我，你单相思，我就要接受你的爱啊。我又没讲过你要嫁给我。
看你地位也不错，对吧？你年龄也大了，就不想伤你的心啊，就大家交交朋友。不吃不吃不，我汤不能吃了。爱是双方的，是两颗心撞击的火花，一个人爱，一个人不爱，两个人都痛苦的。你以为人家爱我，我不爱人家，我高兴啊？我也希望我爱人家呀，我也痛苦啊，我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人，对不对？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。那我爱人都好，你都还不爱我，我也痛苦啊。你自己存点钱就好了，不要把钱乱花。这个女人能花几百块，那个女人花几百块。月光俗，到了医院里救命的钱都没有的。一个老年人这样子，你说多可悲啊！我不要人家救命，可以不啦？你为啥到你几点不十来吃呢？吃两次，每天弄十个一只两只吃吃。吃两次。我不能够照顾侬自家身体，自家想办法，自家保重。你侬自家照顾好自家吧，照顾你。我其他无所谓了，我又没啥烦恼的。你啊，多情种，这个爱那个爱，那个爱这个爱，他妈的，你爱到是不是爱谁都不要。用那个精神病学来说，这是什么知道吧？多次往返幻想症。哎呀，我那么好的人，有8000块的工资，他妈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你除了8000块工资以外，那你还有什么？人生两点钞票亏得太重，钞票没用过其他。终身遗憾。戴了50块的手表，他妈不料的。我要你回头去抓呀！我也不问你个家长。哎呦，那他们在这里剃头的呢？他每个月两个月到这里剃一次头。忘掉一个人更难，爱一个人更累。想一个人很痛苦，我昨天在抖音上看到的，忘掉一个人真不容易啊。